行先和东西根一起金玉情人奇秀以前欢迫的婚家面临起发生作用了大地会已经受到牵制这是一张苦钱嗨嗨好久不见了到底呢公主开明哇江夏过来你要到婚海过去就算厉害竟然要到公主开明那继续讲下去你是怎样要到的你抵消我怎样要到那你抵消我怎样抵消你在这吗有猜测的必要吗地下打个冰冰冰冰我就无跟你拖延一个时间，这出戏是要安怎继续播落去？大场的要被分胜败，拢不是咱介入的好时机。你最认为我想介入这场战事？我并无这样认为。其实你的目的已经达到，无论谁胜谁败，这场因为你已经激烈的战争，拢将诞生新的英雄。但是为了避免你这挂心机，我想也是需要一个监视者。在下公主开明，你能破解我心上的秘密吗？你的秘密，我该有兴趣吗？先讲。你是怎样要到我的身份？你知影我怎样要到？重要的事情爱讲三摆，因为时间的真久，咱也未等到关键的时刻，所以要浪费一点啊时间庆祝。而且不将事情讲清楚，别人也以为是你跋背要到的，对你的智商嘛太过侮辱了心。你的第一句话。好久不见，表示你我见过面，但是我无见过你，所以你的真心一定是伪装。天机不林中最神秘的人物，就是婚海贵客。那为什么没有婚海贵客？为什么要问我一个我会当要到答案的问题？你希望我猜错？让你有七级为敌的机会，婚海归去明显是一个伪装的身份，我无必要回答一个伪装的身份。要到公主开明的原因，你的身份被怀疑真久，求选老爸、苏阳文，拢可能是答案，但结果拢唔是。你身上武器，判断你无是有关合理。真合理，非常合理，合理中的合理。黄秀仪老师连手逼你失真，你指明了巧叔来见你，所以你熟悉巧叔来，或者巧叔来熟悉你，已经缩小了范围。某些不止我一个弟子，说不定我有一个兄弟叫做公子开钱。我手上的情报不多，你拥有的人名也不多。当初先知先躲回情报之中，需要注意某些地龙，只有你。江夏过来，你这么短时间做出这么些推论，又是个用不着也无要紧的问题，正确经有条理，真好真好。那你另有更深入的问题吗？你的秘密，再度江夏过来。果然是坚韧技术的模仿者，黑暗的巧出来，四鬼两出的怪物，最善于推敲人心的眼王。仍是这句话，有猜测的必要吗？你介意失败第一步，我重要的事情爱讲三摆，所以注意听咯。三个月来天伦山里连甲传我真正身份秘密公主开明当朝主君哟哦！你回归吴国闭关三年不能再出，
用性命换三年闭关，利用绝活的自信，结果参与一场无公平的赌注，一个来自魔邪地下，一个不知今由的秘密。苦如前辈参与，这算公平？三个月来，我就觉传不了你，上官红信，走进天文山。错了错了，一切拢太迟了。其实这个计策从一开始就爱反过来想。苏局行到七十步，改兵换路。暗时嬉笑，顺开神脚，虎死脚，入生机，